方圆七席秀魅力，穿吊带衫躺13万冲浪板上凹造型，郭富城都点赞。8月25日，方圆在某社交平台晒出了自拍写真，品质高到可以称作时尚大片，并且配文七夕节快乐，有两点深受大家的关注，一点是简约穿搭很迷人，一点是豪华的冲浪板。简约的吊带衫搭配短裤，整体以纯色黑色为基础，好处就是可以完美的衬托出白皙的肤色，这点好处相比大家都很受用。身着这种简约而不简单的气质搭配，且躺在价值十几万的冲浪板上，无疑是高贵的象征。这款香奈儿冲浪板在2018年就已经出品，当时售价高达13万人民币之高，无论是自购所得还是摆拍的道具，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奢侈之举。作为老公的郭富城也点赞支持，面子上肯定是光彩无限，这点也可以从性格上来安排。如果是比较保守的女性，还是选择粗肩带的吊带衫，整体的包裹性都比较好，不容易出现走光的问题。而对于喜欢追求时尚的女性，细肩带的设计会更好的凸显女人味，而且更显身材，我们看对比图就能清楚的分辨。